小哦，那昨天没有穿内裤的哦。Oh my god！ 太大了，这个是不能穿内裤的。我的内裤在我的外套的口袋。要不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我拿给大家看。穿内裤的，你看内裤比我刚刚才脱下来，我本来早上是有内裤还在我的口袋，你们看，蓝色，所以呢是不能穿内裤的，好吗？我把它拿着。有吗？有啊，没看到啊，没有看到啊。干嘛想看什么啦？没看到啊，在我的口袋里。在我的口袋啊。我们要招性大作吗？真的在口袋里啊。真的啊，因为我内裤很大一件，如果我让它就是这样露出来不好看，所以我进来之后我就把它在这里了。我就把它放在这里，等一下它穿回去就好了。因为前阵子核武事件，今天店家又发出声明，你怎么看？其实那是十二月的事情，我觉得我只是记录一下我到每个国家发生每件事情我都会记录，所以是不管是任何事情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只是我的一些心情写照跟我的旅行 vlog 而已，不管它是好是坏，我也通通就是那个店家他要什么我也都给他啦，我又不是说，我觉得你们要问的问题，除非是我今天跟他我对抗，我不愿意给他钱，或是我在那边乱闹说什么啊，这个什么。我跟你讲，这个才需要说有争议，可是我又没有做出那样的事情，我就是哦默默的，然后 murmur， 然后我都有给他，我都有就是顺着他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争议的。那我只是把我每件事情就是放在网络上面，让大家看我今天发生的事情而已啊。我觉得得饶是且饶人啦，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他们这是各个国家每个都有各种不同的人啦、啊。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厂商或是这样的商人？我觉得也是有。那只是我是觉得我出国，我就是觉得我秉持一个开心的心，我不想要因为一件小事情去影响很多的之后的情绪或影响之后的问题。那我也觉得我就是 OK， 就当然心中你会有点、欸、一点哪年，但是你还是会给啊，我都给了，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争执的，就是我都有给，我你们说什么人我都给，好吧？然后呢，再多看看，我就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不如行万里一路嘛，不是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可以看不同的文化，看不同的人，不管这个文化是好是坏，或者是有钱或富有，或是中产，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要接触一次，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个国家在做些什么，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或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我觉得这都是很好，不要一翻一颗老鼠屎翻了一锅粥，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大家都要学会去接纳的心态去。大步的向前走出去，看不同东西嘛。你不认可的东西，或许这个国家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不喜欢的东西，或许别人喜欢。我觉得我是一个海纳百川的人，我愿意接纳不同种类的心声、不同种类的族群、不同种类的声音。这就是我自己。所以呢，我还是会继续徒步的向前行，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是什么样的问题，不管什么样的国家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状态，我都会永不气馁，继续往前走。那我只是觉得说我愿意再踏出去多看看不同国家的男生，不同国家男生也是我学习的地方嘛，所以大家也应该要宽敞的心态，也要有宽敞心态去接纳不同的女人。那情人节不就都满了吗？情人节哦，情人节什么什么年代我过情人节啊，我每天都有人追我过情人节，情人节啊，每一堆外面一堆人我才不要，我他们就随便看他们要怎么样付出啊，付出付出最高的就自然会有这个很好的待遇啊，这不懂竞争吗？不懂竞争啊，就是可能让他就用我的例子啊之类的呀、啊，让他陪他呀、啊。可是有些男人都不爱你，要跟他过什么情人节？他花你的钱去过情人节，花你的钱去吃饭，花你的钱买礼物给你，你要什么情人节？假虚情假意的东西你要干嘛？所以我觉得哈，那没有男人之下，你不如就是靠你自己。但没有一个对的对象，或是没有一个好的人出现，你宁缺毋滥，让他们追你跑。追你跑就好了，看谁正感动我再说，我还没那么蠢呢，你可对我献殷勤我就爱你啊，笑死人了啊！所以到底怎样才会让你感动？怎么样会让我感动啊？我觉得这人要有责任感，第一个要责任感，然后第二个呢，他必须要懂得去有这个承诺，然后再来会照顾别人，照顾我，然后不能到大气，不能够大惊小怪，然后呢，当然他的肩膀要很大，然后呢，你还要可以让我依靠，然后呢，让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进步，不是一个人在那边浮上，想要扶着木块上岸，找女人上岸。像很多男人是想扶着木块上岸的，你有被人家扶过？很多男人是想爬上石头变凤凰。觉得真的爱你的人每天他都可以给你很真的十足的信任感、安全感，还有可以照顾你，还有呢，他可以去理解你，然后还可以就是负担你，就是可以真的是跟你依靠，相依为命，不会害你。暗恋总能一天到晚想害你的、要你钱的，
就装个情人节的宝贝送你情人节礼物，我买这东西给你，你就信了吗？好好的看一下自己枕边人，不要说到时候后面才后悔，因为往往伤害你最多的就是枕边人。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也是要给大家警惕啦，不要常常活在一些梦幻泡泡里，不如好好把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可以去旅游，去漂亮，享受被男人追求。哎，那要不要跟你们在一起是我的事啦，对不对？我把我自己弄得漂亮，我怕别人没有人爱我吗？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不要先拿花钱买个男人什么项链啊、珠宝啊、手表啊，是吧？不什么那叫什么那什么水鬼啊？凯蒂拉佩啊？什么那叫什么？那个手表叫什么？什么什么配啊？什么配啊？什么狗屁啊？不是啊，是啊，海达海利啊，斐达海利，斐还随便啦，是不是？我跟你讲，不要每天花钱在那边给男人做这些东西。我觉得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好吗？我觉得每个女人都是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特色，勇敢展现你自己，勇敢的无畏惧的生活，千万不要因为男人要你变成什么样子而变成什么样子，就送给你自己的情人节。好，谢谢，太棒了，好啦，谢谢大家啦。男人就是坏东西，是不是喝多了？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